동포 청가버지 바시 10년에 파린 포리가 위 초바 안부 라 오주 차이토 판스추 판내 유바시 19년기 유노위 그래서 오주 배송 세도 년초 민가오탄 조 주무이 表現 동동이 언노 포리가 위 대구려자 펑시 원모습 가오통한 충겐 기김 不过，就流行面的是，却和福林的共同发展的沟通，让杨氏二本草台提防因此都起到动盘的。因从欧洲北方受到了一年出名乐团，用富丽沟通创作的曲，创定结到创作的歌诶，上个几啊百个富丽居民来听。伊东埔成交在1840年的基督教长老教会，由欧洲彩台潘氏组合作。潘年成交140周年音乐会，同时还能摸高堂重建的基金。因为来自蛮遥远的提威群岛，同时这个团体也非常乐意跟台湾团体做一些合作，所以我们澳洲办事处就希望说能促成。我们也借着这几次的活动能够募资一些小额的捐款。富力高飞是台湾东埔历史最久的高飞之一。在1956年，他起的一栋钢筋混凝土来做的 L 式的教堂，一转眼啊，当时都是要高要建的。个人现在就出国的业啦，有些较有钱就出100包股，哦，较无钱就出较少啦。出现特殊的教堂，变作富里乡最重要的指标。不过60年来，教堂的量诶、吨诶、建立体，要动辄流水，故说今天拆掉重建。打伤的无法都慰劳的。现在一栋教堂是一道富丽人的心结，也有一道共同的回忆。故所也有地方人士讲希望做保留教堂，就算向前讲唔判得，不过富丽教会很强调，现在安全考量，天朝还要拆掉重建。下个新闻是这边，法庭报道。